这个阵容那么大，欢迎欢迎，谢谢谢谢，嗯，哦，谢谢，欢迎欢迎，啊，好，来，那恁来来来来这项，来这，好，我行行，我走走走。这阵为高雄来到了游览的观光客，因所参观的对象并不是观光景点，因是专工来到了市的北德社区观摩学习。因为北德社区在这两三年来，社区经济成效是非常的杰出，三不五时都来自全台各地社区组团来这参观。北德社区的志工也拢会热情招待，甲大家分享今的成果。欢迎大家。你们好，好，大家好，你们好，你们，很高兴哦，很高兴，今天天气也很好啊，大家从大老远哦，为高雄起来吼，咱真欢迎大家来参加，因为你来参观是让阮有甲大家分享的机会啦吼。因为咱做社区，就是讲希望交更加侪朋友，啊，所以咱的目标达成啊，就是讲希望大家拢来社区参观，分享大家的成果。社区要有好的发展，人的因素是一个真重要的关键。外来人口占大多数的斗六市北德里，社区发展协会虽然已经成立20年了。但是长久以来，大家感情拢真分散，一直到最近这两三年来，在一挂戆人的带动之下，地方居民才开始团结，陆续加入社区的志工队，和北德社区脱胎换骨。刚开始吼，我是阮先生开始扫文化路啦吼，迄当阵啊上开始是我家己出钱请。请一挂志工，请一挂人来做啊，因为因都拢做袂掉，做到一阵仔时阵拢请无人啊，请因为迄种六七十岁的老年人吼，因要来做，感觉足辛苦的，拢无做。环境卫生，我刚开始是从环境卫生开始。有一群空的，啊，搁一群戆的，搁一群笑的吼，啊，大家聚在一起，啊，就来做这的活动。近两年来啊，阮大概做了袂加少啦吼。北德社区发展到一个规模了后，总干事翁阿婆为着要解决社区集会所用地问题，开了500多万买一笔土地，打造一座生态公园，建立了社区发展的基础。北德社区也因为这座公园，在去年入选全国建筑的原野奖，成为全国模范社区。我们家就是一个放火的地方，啊，我们想说就有一个休闲，大家在这里泡茶开港的地方，所以我们就一个设计一个凉亭。工法就是说，不是说像我们现在的都用顶去顶，它都用榫头 去锁的，所以你规划的时候要设计得很精密。另外，北德社区的生态公园除了植物教学的功能以外，毛提供部分的土地和地方居民来种菜，大家每天来这浇水、抓虫、兼开港，享受健康的人生。是啊，可以采地饼较多啦，地饼赚较多哦。哦，本来这是弄发草，啊发干呢喂鸟鸟，啊尾啊则阮总干孙翁阿婆吼，则落去整理好清气，靠阮这主工吼，做伙落去整理，落去种菜。哦，你看阮的永恒库，这一个圈圈一个圈圈，就是迄个阮校长有一个意义，因你来看，阮这都是八个圈圈，就是象征我们八德。除了各种的社区硬体建设以外，社区发展协会也邀请地方有在地人士来集会所开班，教大家学习在地甲技术。其中社区居民利用在地当老本蛋所研发出来一碗酒，口味特殊好食，替社区创造了不少的收入。柚子是我们社区巴德社区在地的产物，那想说利用
柚子，柚子来做柚子酱，成为我们社区发的社区的伴手礼。那欢迎大家来我们社区走一走，也把伴手礼带回家。那我就知影讲安尼，家己种柚啊，都感觉讲落去家做柚啊，种袂歹安尼。啊，食柚啊，就有啥好处啊？食柚啊，就好处真侪。迄个咱的消化袂歹，吼，啊，搁一寡老火啊吼，咱若加烧啊，甲泡一寡烧烧安尼来食吼，也真好啦。为着要建立环保的理念，北德社区一百所各项设施，大部分拢是利用回收的资源来加工制作的。啊，你来夹这支要创啥？做一条啊。我拢想讲，我嘛无钱好去买足侪物件啦，啊，所以哦，这环保砖是那个我们用社区发展协会去申请就有了。最近北德里面佮利用三礼拜时间，由电讯的秘书老师带队，将当地电信局的围墙啊是拆毁佮整碎，也替电讯佮增加了一座新的景观。当初因为哈，就是这片边哈，有人一挂乱贴广告纸，那我们社区的志工哈，一直在要把那些广告纸给撕掉，然后撕的很效果也不是很好，还是很脏乱的。然后我就去问那个电信局工程处的主任啊，说啊，要不然我们这片来彩绘好吗？他一口就答应了。社区发展协会为着要让北德社区会当继续发展下去，一直积极来培养志工人员的才能，实在实用，期待社区的运作会当更加顺利。我们都有去参加一些课程，包括录影剪辑，还有一些故事绘本，然后去学习，让社区志工提升能力，还有电脑学习，然后慢慢拉拢进来，看这一位志工他的能力在哪里，适才适用。有的人适合导览解说，有的人适合就是做厨房的事情，就让他发挥他的所长。好的物件都应该爱继续传承。北德社区发展协会现在上希望地方的少年辈会当多多来参加社区的代志，或者社区会当继续经营落去。阮这志工就是大师傅带小工，然后啊，就是互相传承，会晓的教袂晓，安尼吼，啊，慢慢就甲做起。哎，另外有一个这个叫做阮这有帮模师傅，啊嘛有装潢的师傅，啊嘛有木工，啊嘛有铁工，拢这些人才拢总有。所以社区是一个卧龙藏虎的所在啦。啊，大家也愿意出来做的是拢会当，技术拢会当克服安尼。经过全体志工的用心和付出，北德社区这几年来得了真多奖。你个地方居民上大的感受就是无限的快乐。未来同款嘛是讲吼，咱会当吼招一寡搁较少年的、少年一辈吼，做伙来经营这个社区哦，啊，让这社区会当讲搁再发展哦，啊，让大家居民吼住在家拢感觉足安心的。安尼，感觉讲回归到以前乡下时代哈，那种居民与居民之间的那个联络感情的那种景象出来。这次来自高雄的观光团参观过北德社区了后，对着社区的团结跟努力是非常的肯定。我们看到吼，高雄那边的社区吼，今天我来更加学习啊吼，更加的讲实在，一个里啊，包括一个区也好，社区吼啊，所对到的一挂工课吼，最重要的不是地方的里长，嘛不是理事长，上重要就是这群志工啊。现在北德社区唔呐，亲像是一个大家庭共款，真侪软硬体建设也拢会当成为其他社区的模范，伊的成就也已经成为斗六市的骄傲。
住咱这个社区吼，真正赞。迄、那个好就是吼，不是用钱买得到的。你讲像这个这么好的空气，这么好的视野，啊，这么好的这大家，敢那亲像一个大家庭。现在北里社区大约有50位志工，因无私的奉献，除了当做出一座环境优美的活动空间以外，也成功带动了地方的艺文水准。上加重要的是，伊也提供地方居民快乐的生活元素，大家共同创造一个幸福的天地。